头份师嘅人口数系苗栗县各乡镇市千多位，统计到今年七月底为止，全市嘅人口系103,323人。不过前生人出世嘅人数，相对民国103年加下嘅1,243人，当年都进贡台，到去年抢存到793人。昨天讲，当年都少为130人。虽然行去苗栗县各乡镇市出世嘅人口数千多位，不过头份市公所考虑到爱古里人独工子，韩国同夫妻到头份市入息，就建议109年土起时会开办生育津贴。福卡有生人的出世，大家做当听。四五个左右外界，每日来担起有生人的个经验。苗栗县政府本单有奖生人的个津贴34,000元。四五个103年，现在财政无办法负担，减少到存到6,600。实质到一度将出世个王阿个复习，做起其他验尸包。大家乡镇市将出世个王阿人数做减少。观察到还有那个统计过头份市近五年新生儿的人数，从103年的1,200人到现在107年，已经递减到大概剩下700多人，所以在这个数字的部分可以呈现得出头份的新生儿人口数确实是逐步的在减少的。头份市公所规划109年开始，大家将出世的王阿的，主要也为其中一些夫妻的头份，各位设计很多也超过1年，也王阿足足的申请津贴。虽然大家将5,000元，只有苗栗市10,000元的一半，是不过考量头份市公所财政，主要是为了鼓励很同样王阿的夫妻报到头份的市民，补助奖一。一台哈，就5,000元啦。当然啦，你5,000元哈，落其他乡镇比起来哈，可能有较少。但是呢，安尼头份施工所哈，系一台镇啦哈，其他的哈还有青岛的建设的哈，经费哈安尼也有限啦。所以在这里哈，安尼出现哈，推出5,000元的哈，生意津贴补助。一头份施工生意来嘅津贴，外地就业咧送到头份市民台北费，系讲由通过做外地109年嘅1月1号来实行。一头份市长出席嘅王阿仁。主要在 YesL， 头份施工所希望透过一津贴，尽量来鼓励市民同将出色的王阿复习留到头份。客家新闻总市民苗栗报道。